坐这里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可以坐在这里，坐在他旁边吗？找到了资料。
可以借我拍一下吗？然后写缺点是不是？可是这是写优点啊，报告优点是不是写他们说话太小声？要写对不对？写优点都写反了。对啊，你优点写人家讲说话太小声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妹妹，等一下你举手。想要帮妹妹举手，你要教她回答，教她怎么回答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爸爸也不知道。妹妹举手，妹妹举手。爸爸帮你收着吗？好，放着来。等一下帮你那个放好。太难了。
道为什么没有台湾阿公？不会。啊？